错了，我应该走好。嗯这个不可思议的，然后刮了几道这样，竟然下了这么多。对啊，你会冷哦。嗯，我现在维持都还不错。我是全部包起来的。嗯，好，我的话维持还好，我已经穿上最高级装备，最暖装备。还没有到要升级的时候，但是升级的话，那你就在大飘雪的时候就该全包起来。混混的滑这个，是不是活活的？就反打反打，根本就不会动了，怎么写这么多？对啊，你这样子脚可以比较。你不是说我说是19公分吗？19啊，这样有20啊。这样不止吧？这边我们今天就没事做，你就两边都滑嘛。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还看得到是这样。你再过半小时，这些都不会滑掉。滑到哪里去了？你说。被其他人滑光了。滑得光。还有就是看，因为今天风力很强，所以吹走了。会被拉扯一下。下午中午过了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从认错了，那边是更右边那一道。嗯，
好，那我选定路线，一开始故意滑右边，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人刮过，然后停一下，这条路停一下，然后接着随机。两野一样，
险，就叫我直直冲，危险呢、欸。
切过去的人不多。很深。我也切不过去。然后再来就是很慢的四号车有开，对呀、啊。然后本来隔壁的那一个例子，他原来是说有开，但是现在一看是没开。它太高了啦，这也比我高一点点，但是它没有那么大速度，它没有。它椅子都收起来了。Thank you.
很松软吧。人家滑过去了，他板头翘超高的，要直直的，要身体朝后。而且他，我要板头翘超高的。对啊，要这样滑，而且只能直直滑。不要想转弯，想转弯就会摔倒。但是我现在是没有判断他能不能过的地方，我完全看不出来那里。却是深雪，完全误判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第一次一样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只能滑这条路。我们刚不是走右边啊？清楚了。东倒西歪，对啊，好，一样的匆匆，最起码从右边走就可以直接进去，从左边走的话还要绕一个圈。
冷的地步，不是冷，只是觉得它就吹得乱七八糟，我觉得口罩会很湿啊。嗯，所以中午过我可以吃啊。而且今天本来打算说吃什么吃什么，最后还是没时间。你说不然还有什么可以吃？对啊，你是说田代还是那边的？又过不去啊。嗯，田代的话，三间餐厅肯定有。他这边鞋厂到底独立会不会开？会，还是你要做？还是你要坐车过去？我这里我就很高兴，去那里的话，可能动都动不了，因为那里的鞋、太平了，对，那里太平了。这里比新野好哎。如果新野只开，你说强风的时候，如果新野风大只开，那个蛮惨的。那个也练不到这样，这个的话还有一点速度。哎，但今天新野不知道风大大不大，看看新野开，看看新野开什么。没有，我们也不用试啊。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，强风最大的。雪你说没有很大，还好，这些雪，不过这些雪不粉，这些雪是颗粒，有没有？然后风那么大，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吹来的，还是怎样。
该要戴面罩。低温，你不要冻伤了。我就觉得右边的脸，刚刚坐缆车是吹右边，有点麻麻的。赶快戴起来。你的口袋好像没有拿，还是拉一下。Yeah.
跟你反驳，我是告诉你说，因为有冷的，我就挡，还没冷。别吃个手套。对啊，很慢。上面加个电发，现在是快速。好，进去到对，而且重点竟然不
来就知道，我一早就说我要带风，带那个雪下成这样，我要带，我就说。因为我那时候太热了，就会想说跑来跑去。啊！你在干嘛？啊！清干净啊！你要进室内，我要清干净啊！你马上就会出来了，我要在里面等你。还有什么地方坐的呢？你要？我坐在地上我就舒服了。好啊，那就是。你背包上也有血，也要清一清哦。我决定坐在那个坡上，我想要坐在软软的地方。我记得下面都不软，我想要坐在。你要坐在这里吗？但是我这样怎么知道你回来了？我要坐太久了啦。对啊。我要坐在缆车上，你出来跟我挥手。缆车旁边，冲下去的坡之前。真的吗？我以前在室内弄。不用不用，你去室内弄。你把雪弄掉。你要坐在哪里？我要坐在那个刚刚冲下去缆车前那里。那个造雪车的旁边，你还好吗？什么我就啵，然后就滚下来，又滚了。哦，有听到啊？对啊，有听到。你说你要坐在哪里？坐在你那个往下冲斜坡，你应该看得到，我可以跟我挥手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连缆车都看不到。那边吧。风大的，雪大的时候连缆车都看不到。这个桶子吗？你是说你挥手我也看不到？很深哦。
看得到吗？好啦，算了，我跟你下去。
一可以伸到成雪面。起来啊！你好小，他套起来。
这里还是有洞啊，我觉得会冷啊。借我看一下我都有遮好吗？可以啊。我有洞哦。镜头上有一点。Thank you.
绕了。很深啊，这里。脚大腿酸，对啊，然后后座滑马，很酸很酸，哦，酸酸酸，而且头晕欸，看不到吗？就是搞不太清楚方向或什么的。好快啊，还是他有看到我的票，他就没有被记下。有可能啊，我觉得他今天我们就这样自顾自的上，也没看到他认真在看。嗯，昨天有很多老人家认真。今天呢？很有饿，没有饿，跑到十一点。
会加加加加。对啊，但我觉得有很硬的感觉。那你看，这很斜。刚刚我的翻滚区，没有，就是过个二十分钟，到处都一样晃啊，都要小心，不然被撞。可以到那么远啊。
一直身体往后压的话，那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路径。自己在弹吗？对，自己翘的，就是有点像是小腿像翘的，抬一下，抬一下。对。然后在我们这种现代的滑雪，古代的滑雪嘛，就是这样子倒一点，然后倒一点。可能长这样，就有点像这样，就这样子一路往下。这样子我很像在挖完头，其实没有，有点像，但是现在的挖完头是这样，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很用力。在我的
塞得进去，可以塞进去。
可能哦。这有点要吐要吐的感觉。只是觉得手指尖快要动了。有一个在那边，他也在那边，因为动不了，只好说我站起来，够陡，这里够陡了，他很高兴。哪一个啊？这个。是个雪板啊。是雪板啊，但是他雪板他刚刚也是波浪的两下，就是动不了。然后翘起来了。对啊，是动不了。然后飞起来。小型铲雪车啊，
点晕啊。嗯。还是一直有打嗝啊？你要一箱打嗝打不出啊？就一直有点不舒服。好了，对准红色的人。
近。那滑到六号。中前进五公分就觉得要摔死，他们大家能接受的移动度没那么大啊，在这种坡度下，你只能滑那个速度，所以大家会滑一下就坐下，滑一下就坐下。
是他的、啊。走吧。就这一趟，再加一趟，应该就30分了。不用再加了，视线不好的话，刚好就一次。那是吃完饭之后就很少。那那反正放哪里？就放在那家。没有没有来。最后还钱了吗？那就不拖鞋了。
毫不犹豫的，经常有，经常学满的是。
镇去啊。停下来了，然后这样子左看右看，突然间往右前行，那就走。哦，那你怎么倒了？倒了。这比较空，还是斜反的要不要？哦，不要。这边有没有？这边有沙子哦，我想要刷一刷进去。有挂着我开头，你们从后面都是。嗯。你不要给我开头，往后倒，往后倒。哎。后帽子里也都是，裤子里都是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嗯，太多。让我。翻出来，帽子，但是帽子后面，对。鞋子，鞋子。那里有没有，我刚没看到。门里面。先用双腿穿他们中间的手。